老婆，我出去跟几个朋友喝点酒。啊！哎，老公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9点回来，10点回，11点回。走吧。12点回来。哎呀，不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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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啊！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酒不能喝了。爸。哎，闺女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河边呢。我也在河边啊。你有病啊！哎，爸爸爸，不是说你呢，不是说你呢。哎，我妈呢？哎，妈在这儿呢。你也有病呐！干啥吓我一跳？喂，老婆，我发奖金了。你能不能想象是怎样一个收获？你晚上别做饭了，咱们出去吃。吃完饭之后，咱们去逛商场。你上次看上那个限量版 LV 的包包，我帮你买。你不要舍得花钱，老公挣钱不就是给老婆花的吗？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好不好，老婆？对不起。你打错了。醒醒！开饭了吗？完了，这块车真的坏了，走不了了。要不咱们外面住一宿吧？住一宿怎么用啊？那以前车坏了，咱们在外面住一宿，第二天它不都自己好了吗？那是结婚以前，这回真的坏了，走不了了。是张宇的家长吗？是的，我是。您是哪位？我是孩子的班主任，我姓金，叫金莲。哦，潘老师，潘老师，潘老师你好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你有点像我前女友。像，老娘就是你前女友。哥，她是个好女孩，当年我没有好好珍惜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祝你们幸福。你谁啊？我也不认识你啊，我拼猪的。